你老母閪，你又唔撚係，对吗？强人所难何必呢？我戒咗烟啊，你戒得成功咩？你快啲去戒啊！屌你老味，你唔戒烟唔撚得啊！道理就是这样子咯。强人所难的话，东西就是变成谬论，不是理论。OK？ 有做善事，我给你两个 like。OK？ 但系你做善事，你唔好逼撚住人哋要跟埋你一齐做。咁我戒烟做咩？你唔戒唔到？我戒烟啦，我逼撚埋你一齐做罢烟啦。你们全部戒烟啦，不可以抽烟了啊？可以吗？不可以的。呢条路系行唔到嘅。行车咧，单程有单程，双程有双程，啱冇先？你唔撚系，你明明系双程，你一定要行，你焗撚住都要行单程，梗撞啫，炒眼硬噶啦，系咪先？有咩可能你做乜嘢要逼住人哋跟你做啫？你变咗共产党啊？以前共产党就系毛泽东，而家冇啦，而家冇社会主义都变自由啦，你还是个人主义？行不通，北韩啊，嗰条茂利啊，而家都食自己啦，系咪先？个人主义大过头啊，边个同佢做啊？系咪先？所以有时啲嘢，不要以自己的观点道理，自己个观点认为啱嘅，系啊啱啊，做善事啊嘛，啱啊，你帮助人啱噶，屌大家赞成，给他掌声鼓励他，对吗？啊，我不要开名字，给他掌声鼓励，但是你做什么事哦，不要强迫人家 follow 你啊，对吗？啊，不要讲到人家，我一剪一叫他们全部跑掉了，一个都不在。给我叫你一个人戒烟就好了，戒了成功哦，你捐多少我捐多少，得冇？你戒烟成功先，你捐几多善事我跟住你捐，我冇钱我都去借。屌你老母，你捐一万我捐一万啊，你捐五十万我捐五十万，你成架车捐出嚟我去屌你妈系借我都捐出嚟。你首先戒咗烟先。戒烟成功你才有资格说去做善事。他妈的你每天抽烟哦，那些空气污染地球每天在死亡啊，知道吗？你那些二手烟三手烟在污染别人的空气啊，污染人家的身体。你做什么懒觉善事都没有用。屌你老母，你戒捻咗烟先，咁样咧，你做善事咧，我真系跟住你做。屌你老母，我冇钱我去黑啊，我都跟住你做，啱冇？你都唔捻系一日食几廿包，屌你老母，一味喺度污染空气，污染地球，你仲去做善事？咁你弥补你自己心灵上嘅平衡咧，你唔好强迫人哋啊，啱冇？咁我强迫你戒烟咩？冇可能啊，啱冇？你唔戒烟得啊，得唔得啊？话就是这样子讲法，大家认同吗？大家认同吗？啊，不要强人所难，我赠你四个字，大家好好生活，你有你个生活，我有我 happy， 系咪先？你有你做善事，我有我吸烟，咁样咪大家好咯，系咪？讲到你屌你妈，好似大家好似屌你而家冇嘢讲，讲到做善事。系咪？企喺门口去跑 billion 啊，或者系Midway 呢个度企喺门口，你拉得到，你一日到黑企喺度，你拉到有十个人同你跟住一嚟做善事嘅咧，我都捐钱啊，我都捐啊，系咪先？你唔好点名，对吧？我这里很早罢了，你们太晚了，我这里很早，啊，邓指挥，我这里很早啊，我这里才七八点而已，刚刚吃完晚餐，我没有讲谁啊，我只是把那个谬论把它发挥出来。我没有讲某个人，我没有针对某个人啊，听好一点啊，不要歪扣我的意思啊，我是讲我自己的观点，不要强人所难，对吧？啊，我没有影响任何人，有的话你认为是的话，我明老都奉陪的，随时欢迎，对吧？大家早睡早起，身体好，请差捶捶针。有我跟你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